度邀请铁肺歌后邓紫棋担任演唱会嘉宾，利用全息投影技术云端对唱，超级真实，仿佛人就在现场。我之前听你们的工作人员说你全部的 MV 都看完了。那当然啊，哎呀，那当然啊，我们大家都要听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喜欢吗？能说不喜欢吗？这个时候能说不喜欢，一定要说喜欢。对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听啊，好看。遭到逼问，天团一时语塞。邓紫棋在演唱会不忘打歌宣传，不过因为影片是预录的，还一度接不上话。香也很棒，很棒啊！喜欢哪一首？喜欢哪一首？哎，不要考我们。我也很喜欢《天空没有极限》。我还没说哎，想和我还没说哎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合唱《天空》？好，《天空没有极限》，好不好？当然没有问题啊。真的是太糗啦，但云端合体送给粉丝耶诞大礼，诚意满满。尽管是寒冷的平安夜，不少粉丝依旧到场力挺，还用心举出自制图卡，就是希望耶诞节前夕可以被偶像看见。华视文章女神全台报道，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